猫咪来了，我跟你们说哦，你们要赶快介绍，因为它可能来不到几分钟就跑了。观众，我跟你们说，你要到要赶快介绍了，因为它来可能过没几分一分钟就跑了。哈，哎，韩国短毛猫很像，讲过哎，还是要讲倩与伙伴啊。先伙伴是哦，要不然就看你要不要先讲另外一只。先讲另外一只比较大只啊。对，讲这只还比较精彩一点。哎呀，不要再抓了。OK，我应该会讲这只啊，因为这只比较没印象一点哦。哇，这个有尖叫声啊，这个有尖叫声。哟，它还会看螳螂哎、欸，嘿嘿嘿，为什么它脚上有一只螳螂啊？它，游戏也是有细致的地方，你看它就会跟我们家猫咪玩啊，糟糕了！我今天要讲，我今天要讲那个耶，我今天要讲那个耶，对啊，下一集再讲啊，就先留着啊，来1500万，我们全部 all in 下去，哦，马上破产，呵呵，马上没钱了，好快啊，现在没秒。5.8，应该是有重点呐、啊，我看看。